行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还疼吗？不疼了。哦，你这个腰疼有多久了？大概一周多吧。行了，你是真行了。你现在得的是急性肾炎，再拖下去就出问题了。 120拉来的，你说你们年轻人呢，太不注意身体了。干什么工作的？商场卖东西的。有憋尿的习惯吗？有。康复之后多注意一些，工作虽然重要，但也不能不要命啊。哎，医生，我这病要多久啊？先请假休息一周啊，看看情况再用药。 万幸啊，你这个指标是轻度的。妮妮。 你爸爸在给我准备行李，我马上去上海。不用过来了，急性肾炎，轻度的，刚有点症状，这吃个药就好了。好什么好呀？幸亏我有你的地址，我打了120，让救护车赶紧把你送到医院。你真是吓死我了！今天妈妈要是没给你打这个电话。 你就有可能昏死在这个屋子里。你说我现在想起来浑身发麻，你知道吗，孩子？妈，我累了，我睡会儿啊，我到家了再给你打。好好好，你是应该好好休息。哦，对了，你马上拍一张输液瓶，好吧？哎，发过来啊，我要看看你都用了什么药。 让我看。OK， 哎，你看看，怎么样？什么也看不见啊！把你左右稍微的调一调，看到了吗？看见了。老婆，你怎么突然想搬出这老古董来了？我就是觉得扔了怪可惜的，学着玩玩呗。哎呦，学霸就是可怕，什么都想学学玩。
关键是一学还会。我说你这脑子里怎么装得下世界万物呢？学霸？什么？你敢学霸说话啊？你知道学霸是什么吗？妈妈，你的面板硬点。哇，好厉害！妈妈告诉你，家里谁最厉害？家里最厉害的不是妈妈，是爸爸，是不是啊？啊？因为爸爸什么都会，是不是啊？你爸他们想只让你修饰，别别别别。妈，这都几点了，我想睡一会儿，你也就消停一会儿不行啊？妮妮啊，你现在赶紧看看输液瓶，是不是快输完了？哎，你必须马上按护士铃啊，千万不能进空气的。我这有护士看着呢，你别管了。你妈妈当了一辈子护士了，急诊室里有多忙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再说你一个人，边上也没人陪着。你说万一到了，也没人帮你喊一下。我这还有两瓶呢，你不睡了？你好好睡吧。你这都是累的，你赶紧睡觉啊。长大的一个重要标志，就是把好听的话都说于外人听。那些伤人难听的，或者沉默不语的，都是说给最亲近的人。什么事儿啊？陈宇出趟差回来，我跟他说我怀孕了，他被撕了我呀。怎么了？孩子不是他的？真不是他的？你可别吓我啊！不是个头，可是他跟我说好了，结婚前5年不要孩子，这还有2年呢。你当这事儿是银行定期存款啊？不到日子不许提前支取，孩子都是缘分。可陈宇说孩子是规划，是婚姻里面最讲究时机的事儿。你不要管陈宇怎么说，现在怀孕的人是你，关键是你自己想不想要。哎呀，我不知道呀，这么大的事儿我哪想得明白？哎，你觉得我要不要啊？赵小琴，你有个毛病，你自己知不知道啊？你老是习惯把别人的想法当成你自己的想法，别人要是说喜欢呢，你就好；别人要是讨厌呢，你就不要。但这个事儿你真得自己想清楚，你得对自己和孩子负责任。我跟你说，这事儿我真没办法替你做主。我还是不知道。妈，妈，老公，你回来啦！你怎么比我还快啊？咱俩都没你妈快。我跟他说我今天不去他那儿了，他就知道肯定是你要回来了。哎，能不能跟你妈好好说说？
让他别趁咱俩不在就自己来，来了还归着屋子还做饭，搁谁有个田螺丈母娘，谁也消受不起啊！我说了呀，他就从每周四次变成每周两次了。他是怕咱俩点外卖不健康，反正他跟我爸也要吃饭，他就来这儿做了之后呢，拿回去点儿，不麻烦。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问题，朱小琴，你都三十了，你还要让别人伺候你到什么时候啊？结婚成家，你觉得你自己成家了吗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跟你成家了吗？我是真没觉得。你真的觉得自己在家住过吗？我一出差一出门，你想都不想就回你爸妈那儿，你从精神上就没离开过他们。我有时候都觉得你不是没成家，你是没成年。哎，不就我妈来做几顿饭吗？你至于说话这么难听吗？王太太，您来看一看，嗯，应该是没问题了。我们在这个季节主要能看见金牛座和猎户座。我老公就是金牛座。您就记住，一月份是最佳的观测时间。哦，人类发现的第一个小行星就是在金牛座的星区。小行星？嗯。里面能看到吗？啊，哪个？这个望远镜看不到，这个得去专业的天文观测台。我想买颗小行星，你知道哪有卖吗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检测报告是昨天，怀孕值可能是八号。反正一个月一次，好算。你干嘛这么阴阳怪气的？那咱还要吗？随你吧。要不？要不先别要了吧，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行，明天去医院，未成年当什么妈？小琴，这次出差我给你买了个礼物，你看多可爱啊，多像你啊。还行吧。我以前好像听说，的确有人有小行星的命名权，但是所有权还没有。对，我就是要这个命名权，我想用我儿子的名字来命名，算是我送给他的成年礼。这个礼物还挺特别的，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上呀？我想
花多少钱都可以，买三颗，用我儿子的名字、小名、英文名，我全用上。嗯，这个我本来嘛，你儿子这种问题小孩，我肯定不推荐了。但如果搞定小行星，我倒是可以考虑。嗯。王太太，我儿子这回幼儿园面试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不是所有努力都会成功的，很多事儿都会事与愿违。我劝你也早点明白这个道理，不是有钱什么事儿都能办得成的。你站住！现在不想求了。哦，对了，你餐厅里挂着那幅画，那个是莫奈的睡莲，梵高的那幅是向日葵，那就是你有多少钱都买不着的。你这话和我儿子当时跟我说的一模一样。那什么梵高啊，莫奈啊，那我总记混呢，我也不想这样啊。那你以为我对那破望远镜感兴趣吗？我无非是想跟我儿子有点话说。那天我儿子从学校回来跟我说，他们同学在国际科学大奖赛里得了第一名，奖励就是一颗小行星的命名权，他都要羡慕死了。我问他，你同学的爸妈是干什么的？他说，爸爸是物理学家，妈妈是造火箭的。我一听就知道这肯定没戏了呀，我想都没想，我就说没事儿，不就是一颗小行星吗？妈给你买一串。你没看到我儿子嫌弃我的眼神，说出的话跟你一字不差。王太太，你别劝我，我挺开心的，最起码我儿子有嫌弃我的资本。我送他去最好的学校，什么时髦我让他学什么，那别人十年才学得会的本事，我多交钱三年就解决了。顾家，那天你光着脚走，一副豁出去的样子，我还以为咱俩是一种人，现在看来还真不是。你没我接得住，也没我放得下。妈整夜没睡，你没事的哄哄她，别让她担心啊。妈，哎，你把上次那个就是你要介绍给我的那个相亲的人你把他微信推给我，然后我加他，我们俩先见见。妈，我说你不是骗我的吧？这人怎么看着那么像我们那个房产中介呀？哎呀，卖什么房啊？人家介绍人说了，人家已经刚刚买了第二套房了呀。他是做投行的，对，搞金融的，有文化有实力，你肯定会满意的。好，好，那我知道了，那我先跟他联系一下。时间是线性的流
竟成了稀客，遇到一个就诚心的钻牛角尖，不像我没有葫芦该不该往前。走丢高洒的世界好了没有，还有没有救，眼睛喜酒紧握着糖果还是毒酒，孤独是自己或朋友，那些坚持是对的不能走。老婆，咱俩可说好了啊，这手术是你同意做吗？咱俩别事后再翻车。我查过了，这手术是有风险，但是生孩子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。从怀胎十月开始就得处处小心，就算等到顺利生产，当个母亲也会很不容易呢，比起来这也不算什么。郑小琴，哎，过来做一下术前检查。哎，护士您好，这手术到底有没有风险？一般手术呢，它都会有风险，更何况你这手术也不算小，得全麻。啊？那这手术今天能做吗？一会儿进去跟我看一下检查情况，没什么问题的话。能坐。哎，来试纸布。曼妮是吧？啊，我是宋东湖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你本人比照片里更漂亮，谢谢。哦，我在海商证券做 MD Manage Director， 董事总经理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哦，谢谢。我就是没听懂你的那个工作，时尚行业的形象顾问是吧？这是中间人介绍的吧？啊，我是做 sales 的，在 M 店。啊。你那个店东西卖的蛮贵啊。我们就站在这里聊啊。啊，不不不，我是要请你吃饭的，二楼有餐厅。好，这边请。啊，谢谢。路上开过来堵吗？啊，我是坐地铁过来的。啊，这边请。手术做完了？今天做不成了，公司有急事叫我回去加班。这大周末的不能请假吗？不行，大活动，市场部所有人都得到。那这手术就……哎，要不改天吧，我真的得走了。哎，我送您吧。不用了，这不是正好有车吗？着急。那你慢点啊。哎。姑姑，你现在忙吗？你能出来跟我见一面吗？你以前参加过这种投行的午餐会吗？哦，真没有。我一想，两个人坐在那儿相亲挺尴尬的，我就干脆约你到这儿来，这正好是我工作常态的一部分，你也看看。没事，你自己来就好。哎，我先给你来，这个小蛋糕特别好吃，谢谢，我每次吃好几个呢。哎，赵董啊，我东湖。哦，咱一会儿聊，一会儿聊啊。走，咱到那边看看。记性不好。哎，李董，你好啊，我东湖。咱一会儿聊啊。这个好吃。
我现在管的 team 里呢有30多个人，算上 bonus 呢，年薪可以达到200万。一套房子是接父母来住的，还有一套房子可以用作婚房。哦，对了，你平时工作忙不忙？啊，还行。哦，其实我的工作呢，高强度、高压力，当然了，回报也高。我就希望我的另一半可以不那么拼，照顾好家庭。哎，李总，你好。我这套西服看起来是不是还不错？纯手工定制的，皮鞋也是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这个午餐会会有很多金融大咖来，也不是谁都能拿到入场券的。当然了，也怪我没提早跟你说。其实你可以穿条正式点的裙子。哦，对了，我带你去认识一下他们吧，这样你下次来就不会那么紧张，对不对？不不不，过去看一下。我要拿包吗？这很高端的，没人拿。走走走。周总，这是我女朋友王曼妮。曼妮，你帮我和周总合个影。哎，等会儿，曼妮，你往后点，你别太近了。往边上一点。对对，往那边一点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拿酒了。我们三个碰杯，碰杯。一二三。海商证券送东湖，海商证券送东湖，海商证券送东湖，海商证券送东湖。记得又都是高端活动，杀人家干嘛呀？那些大咖他根本都不认识，哎，还老朋友，这，哎呦，人在江湖飘，混的都是人设，不是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。从他约我在大堂见面就开始算计了，如果觉得我拿得出手呢，就带我去楼上的这个午餐会；如果看不上我，哦，就推说楼上有工作呀。去到会场呀，我就是帮他免费站台的女伴。还要帮他蹭照，哎，吃完了？你们吃啊？啊，我觉得呀，他是把最好的行头都穿在身上了。你还跟我说年薪200万，我看他也就在我们店里消费一两次的水平吧，一年。说话嘛，总是有点水分的呀。我听明白了，你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以他现在的这个身价呢，还不足以让你无视他的缺点。哎，那以你的标准的话，现在也只能从我们店里的男客人挑老公了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嗯，如果有一个男的，他特别特别有钱，但是有老婆，嗯，绝不可能，这是我的底线。你来消费的男客人，他要不就是结了婚了的，要不呢就是上了年纪的。这要什么地方都合适，然后他们还能看上一个小销售的，这概率太小了吧？那我也不一定要找我们店里的客人的了，反正我要找一个称心如意的，没有我就等，我都等了那么多年了。行行行，你等吧，我看你等到30岁的时候啊，嫁不出去，会不会后悔今天把他删掉？你不要搓我眉头，好吧？嗯，找人查。你跟我说说，我要是把这孩子生下来，能有多糟糕？你想听真话吗？我得知道最大代价，才知道我出不出得起啊。真话就是，生孩子是件特别糟糕的事儿。当了妈以后，你最大的感受就是憋屈。憋屈在一个叫妈妈的头衔里，什么身材走样、情绪变化，这些都不是最糟糕的。你知道我出了月子的第一天，我突然感觉到顾佳已经死了，活下来的是徐子言的妈妈。我经常看着徐子言，我就在想，她什么时候能快点长大，能一个人睡觉，一个人吃饭。能管理好他自己的情绪，
能把我还给我。可事实上呢，是我离不开他。不过你会比任何时候都软弱，因为你希望这个世界能对你的孩子宽容一点。但是你也比任何时候都强硬，无论是委曲求全还是无理求和，你都不希望任何一点伤害落在你孩子头上。你还会雷打不动地坚持健身，因为你害怕病，更害怕死。然后就是努力想成为最好的自己，因为你得赶上娃碎超的速度。你说生孩子这件事儿是不是很糟糕啊？你说的这些我一样都做不到。那你怎么还从手术室里跑出来了？王太太，我今天过来是跟您说，麻烦您提供一下您儿子的资料。我在国外的一家论坛上找好一家公司，他们可以提供小行星发现者让渡出来的命名权，只要审核通过，您就可以得到属于您儿子的小行星命名权证书了。怎么，又肯放下身段了？和您一样，为了儿子。还没来啊？没事的，答应好了肯定会来的啊。哎，陈女士你好，你好，你来了。哎，陈女士你好，你好。那您先去 VIP 室稍等，我准备一下。好的呀，坐椅帮我带一下。陈女士好，你好，这边请。哎，好的。这么一张高价单，三年都没有出过了。店长已经知道了啊，而且他还说了，只要今天你把这张单子搞定了，他就会向总部申请特批，直接给你晋升销售主管。别美了，你赶紧去准备。谢谢副店，快去吧。OK， 单子开清楚了。陈女士，久等了啊！没事的，来，先喝点咖啡。啊，我给您先介绍一下，啊，这张是销售单，啊，这个是定制单。哦，这一份呢是我们的这个定制条例，上面写着不退不换，啊，还有一些保险的条件，您看一下，需要您签个字。我需要再跟您确认一下的呀，您要买的是这一套，对的。哎呀，你眼光老好的，这一套嘛，绝对值得收藏的呀。今天我带的卡也足够刷了，谢谢我老公，我前夫给我的离婚补偿款。我跟我前夫，我们也算是贫贱夫妻共同打拼的。第一桶金是94年，我们推着快餐车，穿着羊肉串，一个晚上攒出来的。到后来，我们开了出租车公司，再后来我们还在山里买了地，开了果园，折腾来折腾去的，身家也算是上千万了。一直到去年建高铁收了我们两块地，
那笔补偿款算是让我们在财务上彻底自由了。接着，我老公就把一直养在外面的那个女人。要跟我离婚，钱我分到了，家也没了。当那个女人浑身都是名牌，保养得很好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看看我自己。最可笑的是，我的那个包包还是结婚纪念日我老公送我的，我还不舍得背嘞。我那天啊，我到你们这个商场，我没别的，我就是想花钱。我转了那么多家店，只有你很热心、很耐心地接待了我，所以这套珠宝我买的是心甘情愿的。夏农啊，怎么样？哎，你好，陈女士，没什么问题吧？没有，没有的。啊，那好，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就刷卡签字。好的呀。那我还是要提醒您一下的啊，今天把这个卡刷了之后呢，在等货的期间内，我们是不可以以任何理由退款的。晓得的。OK， 那这边请。好的。来，陈女士。女士，人遇到不好的事情，总是容易冲动决定的。你可以再想想，今天不买也没有关系的。咪咪，咪咪，咪咪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谢谢光临。姐，饭我帮你拿过来了。悠悠呢？怎么要你来管这些啊？我今天正好要加班，就让他先回去了，趁热吃吧。哟，外卖看着不错。您说笑了，这些呀，都是我自己做的。你自己做的？是呀，我这个人肠胃不太好，外卖呢，经常这个重油重盐的，吃多了就会闹肚子，一闹肚子。这不就耽误工作吗？挺不容易的，味道还真不错。其实
我特别喜欢咱们公司的氛围，我就是感觉自己能力太差了。你说这一样的工作，别人都能做好，就我做不好，所以才不老加班嘛。不就只能自己做东西吗？你才来公司两个月，慢慢做，很快就正常。我就是怕你会嫌弃我。不会的，别难受了。真的，徐总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，我会努力给公司创造一些价值。你说这话就挺难得的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。你也是个特别特别好的老板。我回来了，有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咱们儿子上幼儿园的事儿应该是没问题了。那个楼上太太又答应帮忙了。怎么又答应帮忙了呢？还不是因为你教我用望远镜。其实当时不是我想学，是他想学，而且我也想办法帮他搞定了小行星命名。真不容易，看来咱们拜佛拜对了。你吃晚饭了吗？吃了，李可带的，说他自己做的。他还会做饭呢，手艺还不错呢。还有上回那橘子，就是说着说着吧还哭了。哭什么呀？可能是加班有点累吧，说跟不上公司的节奏。我觉得这样员工不错，得多招。我衣服拿进去啊。来，大伙儿，欢迎来橘子，吃橘子了。你们各自部门各自负责啊。好，大伙儿辛苦了。吃橘子。谢谢佳姐。最近大家辛苦了，来，谢谢佳姐。辛苦了啊！客气，这橘子啊还是李可推荐给我的呢。这橘子是真不错。哎，李可，你现在工资一个月多少钱啊？一个月6000。6000都舍得买25块一个的橘子。徐总说您挺懂吃，看来真的。把心思放在工作上，工资才能涨得快。你说呢？吃橘子吧。都拿到了吗？辛苦了啊，最近。心有勇气支配。
没勇气愧对，看自己的傻劲无言以对，别气馁。